家伙，这就是把家底全都加在虚张声势上的恶头腊肠。古人一共三板斧，第一就是他那像鳄鱼的头部，上面甚至还有牙齿的纹路。哦，抓到牙齿！你那是高仿到牙齿，其实是真空的，标准的一样腊肠头。哎呦，第二就是他翅膀上的大眼睛，又不怕他的就张开洞喝。鳄鱼展翅。第三就是散发难闻的气味，让天敌下不了口。别捏了，我又不是香水。其实这家伙是棵树枝的，一点攻击力都没有。你好可爱呀、我这么像鳄鱼还可爱？圣阳子啊！